式演出，然后大家今天要提早过来准备。剧场里现在还没有什么人。昨天那个彩排时候放在那俩人 ，RNNL 摆到后面去了，好像还没搞好。这次是两层的台子，然后现在过去后台。为什么这点了大家都在哪儿？你不吃晚饭吗？吃。哎，这么多人，这几天频繁掉棍儿的，不知道是谁哈。昨天是谁？哗哗哄笑。嗨嗨 ，Ron， 给大家都来好早。Hello。Hello。为啥大家来好早啊？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啦，一个小时马上就好。哎呦呦呦，这个啊，穿了。你们昨天谁忘了？忘了东西了。看这个，专业的杜威同学，哇。那你过去吧，主要我感觉。你过哪去啊？这个专业化妆师来了。再拍，再拍。帅，贼帅，贼帅。就我不专业都觉得我挺专业的。你的视频还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。真的啊。视频教学。刚刚帮你做过一波宣传，但去年大拿生的团队来了，大家都不愿意让我们找人物画。他们画的真的很帅。是不是没有那些团队？你知道吗？那个虽然那是自己长的，对，我就化成长这样，好起床的时候突然长出来，长出来。他们说我跟没化妆一样，说我干啥来了？你真的跟昨天一样，亲爱的。你快画我吧！天哪！你看，你没听到吗？他说我还不如昨天呢。你给他画呀！我就在排队嘛。啥没带呀？啥材料没带？超厉害的 Yuna， 自从他来了之后，这个屋里就变成了这副样子。超级多人，大家都在排队等化妆。为什么？本来是这样的，现面具，自己衣服好好看呢。丧失了浓眉大眼的特点。您差不多就。这边还在走台。你们两个夹中间吗？你会夹左边吗？对啊。I like it。好，继续走。咚咚咚咚。现在是演出开始前，大约我看一下，哇，40分钟，大家还在这里适应舞台，然后。Stage manager 在给大家开会。Stage assistant。舞台队。经理，还有志愿者们在就位啦。然后，这个小哥哥昨天撞了一天的 program， 行。没有。郑重介绍一下，然而同学，这个然而同学他是搞 graphic design 的，这本职。我这也不是我的本职啊。画的超好看，有没有？今天就是正式演出的日子，然后已经有观众在进场，这是家属，其实这是这个摄影师的家属，然后。好多观众在前面在排队了，然后刚才12点多来了之后，就一众姐妹帮我把我的脸画成了这样，然后衣服也画好了，现在跟我去后台办吧。都快开始了，姐
这边是候诊区，然后那边有一个电视可以看到审判的情况。然后这边是有基本上大家衣服的话换完了，所以现在都在换。就是你的气质，虽然不是专业的，但是呢，必须得专业。拍视频，这边还有。每一个地方都是。哎呦我，这个是刚才帮我们这个 graphic designer 专业。哦，大家都还忙，我们去前面上看。已经有观众在进场了。全没了。大家都在。今天的重点是，哎，就你才让我看看这个，让我们看看这个不男不女的。哦，但是你闭眼睛。你看这眼睛，对我看着好看、啊。闭着眼睛笑，你知道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危险，危险！我好了。不是眉刀也是人家的。不是眉刀也是人家的。后台发生了强抢，两家敏感的，怂了我们走了。他这个人怎么这么小？不是我看你慌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的节目其实在第五还是第六个正式演出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在正式开始之前可以到楼上去看一下，跟我去二楼看看。二楼有一半是演员席，I like million dollar deals.
some fun. I like those Balenciaga.掰了。
就在这等着，然后一会儿要从这出去卸舞。现在还有最后一个舞，然后大家准备要去卸舞。现在在后台看最后一个，还没有过来换衣服啦。演出通道，然后穿着裸色的衣服。有多少时间？但他们都是演出服，没事。啊，换衣服就不录了啊，不录了。对，穿的肉色的演出。卸个妆去吃个饭，然后6点钟才下去。你不要让你吃饭啊？不是，对不起，换个衣服吃。